而且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说一下，早上在宣誓就职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就是很认真的来宣誓就职。那我想，今天早上我完成啊，就是我的这个就职的所有的过程。那我是认为，就是我当议员的一天，那么所有的职责我就应该把它做好，这样子，那想问一下说在这个宣誓就职，因为呢早上大家吴怡农这边还是攻击你说，就是今天就是还是攻击你说为什么就是在当议员呢，然后不辞职，然后还来选立委啊，这个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选举里面的一个老话题。那么所有的事情包含我今天的就职典礼，其实在我当天登记的时候我就跟大家非常非常诚实的报告我没有任何的隐瞒啊。那我想在整个的选战过程里面，那这个话题就是我必须讲，就是说我一直都非常坦白的跟选民来做报告。